吓你看。再看你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幂。你站在边上去看。光背光了。啊。杨幂好看，我好看。差不多，你们俩的。真好。你的牙还挺白啊。别吐舌头，我受不了。啊？你需要拿一个这么大的摄像头拍我吗？不是，兄弟，你需要拿一个这么大的摄像头拍吗？哎，你去那边追一个角度，抓拍这个美女。太浪漫，人都说我是美女。不是需要拿一个这么大的摄像头吗？什么？别人说你什么？那他那眼睛一定是他妈有问题。人家眼光好，真的是。你拍拍他啊，拍拍他，拍拍我边上的这个妹子，多拍一点。啊，他比较好看。那还喊你呢。我怎么知道啊？人家不想拍我是吧？我他妈是个道具对吧？你是我的拐棍。什么？我的拐棍，因为我高跟鞋太累了，然后这样可以扶着你。这是我安排好的演员，兄弟们，这一切都在计算范围之内，兄弟们，好吧，能懂吗？所以说我就特意要去那边走一下，能懂？你就不想给我买？我说了，我在门口等你，你只要拍视频过来就行了，你懂吗？能懂吗？你摸我手干嘛？你的手他妈是放在我在这里好吗？我想把你拿下去。那不行的，我走不动了。陈老师，我真的走不动了。真的，你的手。那我搞得我难受。我扶一下你而已，你不要多想。我刚看到谁说好酸，你好酸啊。上车。等一会儿啊。妈，真他妈骚呀，这女的。嗯。上吧，我今天叫他带了制服诱惑，兄弟们，在那个袋子里面，那个红色充电宝你放地上吧，放地上啊，放不是放那个放脚那个地方，能懂吗？搞艺术，我来关门，我来关。你夹的不冰吗？有点大。有点什么？没事。